咁今日咧就阿正咧，月尾咁啊，應該要出去做呢個三一啦，應該係八三一嘅採訪啦，係嘛？係即係我估計係咁樣啦，嚇。咁啊，我又唔知可以採訪到啲乜嘢啦，因為而家出邊我諗都即係都平靜啦，有國安法之後，係嘛？國安法香港都即係疫情，即係大局定咗啦。